又加了两个特别来宾啦。好，欢迎侯湘婷。好，所以呢，哎，你是哪里人啊？嘉义。嘉义人，那相对的对台北很不熟悉，对不对？很不熟悉。那完蛋了啊！完了。好，那像我们这边，哎，欢迎丁小群。哎，他是杰克老搭档，应该默契很好的啦。搭档。还可以。那你台北很熟吧？很熟。家乡是在台北哦。对。哦，那今天赢定了。而且我今天赢面是蛮大，像是被你们那个龙虾搞得一头雾水啊。听说拿去煮了是不是？对，我早就被你拿到10万块，我就马上把那只龙虾给他杀了。哦，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局加油了啊！加油啊！我们不是不会让你们的。各自啊。好，好不好？好，解散，下。超精彩，超刺激的，前进台湾第五。回合现在正式展开啦！制作总部在新竹以北的区域放置了10万元的现金，双方人马仅仅依靠4张照片以及1道国小6年级的数学题，用智慧和努力探查10万元的下落，最快找到的一组即可拥有10万元的现金。好。还是侯湘婷的手比较巧，没有女生都巧。你先看一下，等一下，是什么？怎么那么多字啊？蛙哥住在距离公园20公里处，今天早上上午，蛙哥从家里出发，并以时速4公里步行到公园。若他每走60分钟就休息7分钟，请问蛙哥何时会到达公园？哦，数学天哪！Oh my god， 好数学。他去公园关我什么事啊？我根本不关心蛙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红了就要去公园就了不起、欸。我们这一集要去日本了。为什么？视觉系耶。还有这个。不对，这是欧洲啊。欧你的屁呀、啊，欧洲。中文系啊。很熟悉。很熟悉哦。然后再让你看更熟悉的这个。哎。泡泡冰。这我们好像也来过。好像来过。这个好像在。哎什么？你嘉义人你每一个都蛙哥住在距离公园20公里处，今天上午11点整，蛙哥从家里出发，并以时速4公里步行到公园。若他每走60分钟就休息7分钟。请问蛙哥何时会抵达？今天是考数学考试，什么玩意儿？数学检定考，好，先跳过。什么玩意儿？哇塞！哇，圣机魔！我知道在哪。真的，因为我一看就知道啦。哪里啊？因为这以前是我地盘哎。真的假的？你以前是这个哦？不是，不要吧。他那时候觉得我人生充满希望，你不要。不是，我是说我看到这个是那个地方，因为你以前学造型对不对？不是，因为我跟你在一个地方常看到这些人。我知道这是哪里，哈哈，你们求大了，哈哈。哎，好熟。等，这熟。你想在哪里好不好？这里啊。就是那个新竹，然后麦贡王很有名那个地方，城隍庙。然后城隍庙。如果这个在新竹，这两个应该是在新竹附近。这两个，我知道这个，这也是要讲出地点吗？你讲西门町啊。西门町不是吗？因为西门町才会有这些人啊。我忍不住要拍一拍我们特别来宾的头。但应该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吧？没。我跟你讲，因为他们聚集地就是在那个地方，他那边有个好像有个他们的会议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年轻人很喜欢这怪异的打扮吧？有很难讲，不一定啊。他跑到新竹去了，没有这可能。蛙哥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这可能是最后才会有。蛙哥会不会扮成这个？那很恶心。蛙哥，你的 fans 会解散，真的。蛙哥，你知道是谁吗？这位啊，就这个。为什么看到蛙哥会想笑呢？不是，因为我看到他就想到这个画面，到时候会变成什么？哦，蛙哥不错哎，蛙哥现在后援会。这边才好，我看到这边警察是写东门，东门在哪里？东门，台北啊，就小东门、啊。东门连里守后队，然后这三个啊，然后这是餐。哎，这个地方我们来过啦，我确定啦，在桃园新竹那一带有一个很有名。东西的地方，北平啊，桃园新竹有一带很有名吃东西的地方啊，是庙吗？这边有庙不好意思啊，小姐。那怎么办呢？要不然
来我们有点难的是哪？你去研究这个照片，拿一支笔来，我们先算一下这个。数学题是不是？对，数学题。蛙哥住在公园二十公里处，早上11点在出发，时速等于4公里，那距离说它等于距离除以时间嘛？距离除以时间，它4公里。他要走大概5个小时，可是因为他要休息几分钟，所以呢，就好，先不用算，先不用算，先不用哎，先不用算了，我们先去桃园。为什么？你看你去桃园，元哥，豪言力又出来了，不得了了，豪言力。桃园牛肉有没有？这边有写桃园，你视力好不好？有没有？哦，我看到。我们先去桃园。写东门在台北吧。东门桃园的，我们先问问路人好了。知道桃园的。同学帮个忙好不好？同学，请问一下哦，那个台，可是直接杀到新竹还有桃园。我也觉得。哦，我跟你讲，那一坐就是1-2个小时在车程。反正大家都那么早起上车睡觉好了。你好，气球，我先照脸。啊，真的吗？来，这是第一次。所以那怎么办？那现在等一下，再研究一下，考虑清楚。你们有什么想法？快！有没有长得？哎，他们出发了。请问你要去哪里？这三个是怎样？在问人呐、啊，也不认识路。哎呦，搞那种搞热闹没用呐、啊！哎呦，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吗？那很简单，你们算不出来啊。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嘛，对不对？20公里除以四啊，就可以算出时间。还等于说他走5个小时嘛，因为他每走1个小时，他就会休息7分钟，所以那我等一下让我算一下。没错。1个小时，所以应该是你说每走1个小时就会休息7分钟，他走了5个小时，可是应该第一个是35分钟，可是他第一个小时他应该不会休息啊，所以应该是只有4小时而已，就是从第二个小时他就休息7分钟，然后第三小时就是7、4、28分钟，应该是吧？那等一下，我觉得不是跟这个时间的问题哦。跟时间没问题、啊。他就直接问了一个问题，你就 answer 就好了。没有，可是要5个小时多哎。还你还要加5个小时啊？哎呦，这真的有点难哎啊！那还是问一下路人好了。那问学生好。好。不要！好，请问一下啊，上面请问。来一下，我请问你，你对桃园熟不熟？请问你们中哪边？桃园熟不熟？我中立人。你中立人？中立人。中立有没有这个？啊，桃园有没有这个？这在新竹。这在新竹？你怎么知道？好像是吧。你怎么知道？对。什么？东。什么？没事。走开！别动你！我们早就看出来了，好不好？小人，那你们什么小人？丽丽小胜。我跟你讲，他刚刚丽丽小胜，那个好病嘞，歌手女王。小姐，小姐，你知道，你从那嘴巴里的。这样子好了，我们大家公平竞争，你就现在明讲，你是支持他们那一队还是我们这一队？为什么这样先问？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在哪，他跟他讲一样的、啊。好了，让你来，我们不要了。拜拜啊！再见哈！不要到淡水去啊！不要到瑞芳。拜拜。搞什么？真是辛苦了，不容易。怎么办呢？去新竹啊！直接杀新竹啊！我每次都来这招，桃园的第六感。那你是不是曾经有跑过很远的地方？也是有桃园。你结果答案是对的吗？对啊。那好啊，去啊！新竹走。单凭对于这张照片所在地的熟悉认知，孙先生激情丁小晴决定去距离台北约1.5个小时车程的新竹。这样的决定是对的吗？
在哪里？在新竹，新竹东门对不对？对。那是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哎。那这边呢？这边在新竹的车站。好，那这个呢？新竹的庙口对不对？我没去过庙口哎。好，好，好，好。这个好像。你有印象吗？新竹，因为我上次去天明会的时候，我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这一家的那个很好吃，润饼很有，对，很有。好，谢谢啊，谢谢。握手。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现在呢，我们就先前往新竹了，小声一点啊。我们要去桃园了啊，拜拜。我们要去桃园。我们要去桃园哦，拜拜。就这样，双方人马有志一同的驱车前往新竹，寻找梦中的十万元了。目前为止，这三张景物照片问题还不算大，但是三位古怪穿着的视觉系艺人，以及一道国小六年级的数学题，倒是深深的困扰住两组人马哟。今天上午11点整呢，他要从家里出发，并以时速4公里步行到公园，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他每走60分钟就休息7分钟的话，你看哦，4公里乘以20。你在讲什么？我被你讲的头好晕哦。他要走5个时速，就等于是5个60分钟，你懂吗？就等于是5个小时，5个小时，但每一小时就休息7分钟，28，所以要走5个小时就28分钟，等于是从上午11点的要小时，什么7:35哎，怎么28？35吗？茄子哥，对啦，茄子哥是35哎，4:28，对啊，一下怎么的？75是35啊，那应该是4个没错，4:28了。啊，因为他是到第五个就已经到了。哦，对对对，所以第五个不就还没休息就到了。嗯，所以是5个小时28，等于是下午的4点。4个小时28，你把大家讲晕了啦。5个小时28，然后下午4个小时，然后4小时休息7分钟的。4:20啦，5个小时。我可不可以先下车？不是啦，1个小时休息7分钟啊，那是4个小时嘛，所以是7:28。对，我的意思，我是意思讲这里。哦，这里是他要走，时速4公里嘛，对不对？嗯、他要走5个小时才可以到20公里。对，对不对？5个小时哦。可是第五个小时已经到了。第五个小时已经到，所以这边等于是只有休息4次，28，所以是5个小时28分钟。对，等于是下午的4点28分到公园。下午的4点28分吗？哦，11点到12到1到二到三呢？才3点呢，4个小时。12、1、2、3。对啊。对哈、哦。3点呢？3:28。3点哦。对啊。天哪！啊，明明就已经算出5小时又28分了，而中午11点加5小时又28分，等于是下午的4点28分嘛？哎，怎么会是3点28分呢？这个3:28就是。3:28，3:29青年节，3:28。3:28也不可能说这个时间。哎，会不会是328号？路牌的328号。它还有公园，还提到蛙哥，哎，最后的关键在蛙哥。蛙哥没有什么，只是借机打个知名度而已啦。对。我跟你讲，我到那边我就扒光蛙哥的衣服。不过我觉得这一张有点难，这一张几乎没有什么线索，除非是问到当地的人有看过。我觉得应该是当地附近的什么车站。哎，对，它是车站，车站，这个是车站。新竹车站吗？但不晓得是新竹。哎，它在上面的钟还写12点整哎。这个是新竹啦。好恐怖哦！那个坐单为什么可以拍到12点？因为他12点去拍了，又跑。哦，我想成半夜。我想成白天不能有12点。可是新竹怎么会有这种视觉系的哦？对啊，我也不晓得。新竹搞不好新竹更流行视觉系。新竹，搞不好大家吃贡丸都穿这样。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到那边哈，第一个先问这个是不是车站，然后第二个就先问说新竹有没有流行这一类的东西，或是特别记忆的学习的地方。好，那现在还有一个重点，对，就是啊，我们现在从台北出发到那边还有很久，对不对？对，大家赶快睡觉。哦，好，妥妥妥，帮我等一下。就是在5小时28分钟后，就是12点、1点、2点、3点、4点、4点28分的时候，他在下午4点28分，我也不知道，对。
所以今天出外勤要花掉4:58，对不对？对，他会在这是算是数学题吗？可是这人好快哦，你不觉得如果他要花5小时走路，倒不如去坐车。哎，你不了解蛙哥这人性格很古怪，他搞不好就是硬是要走路哦。那5小时不如去坐车，对啊。还是这有什么线索？是说叫我们要怎么样走的线索？虽然正确的算出数学题的答案，但是下午4:28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第三人细细思考，层层的推理，怎么样也无法解出个头绪来哟。车子行驶在通往新竹的道路上，大约1.5小时之后，孙杰志、季晴、丁小晴率先抵达了新竹喽。应该是要从那个角度拍过来，所以你看现在哦。你看，建福牛舌饼有没有？对，这个就最明显的。其他有没有？然后还有新竹米粉在这里。对对对。然后大什么命理堂在这里，好不好？全部中奖。都在这。对。而且里面呢，里面就在卖贡丸。哇塞，专业哦。那我们要先找一些吃。先吃啊，这是我先吃啊，我一贯的作风。这是就是我造福来宾的时候，对，好，贡丸汤真好。跟你们讲，走，我们先。没有，而且你要不要先那个啊？我跟你讲，对这个，刚刚我们要重录啊。对，刚才啊，经过刚才在车上的重新推算，三个人解出数学题的正确答案是4:28。不过他们依然未能理出这跟宝藏有何关联呢？倒是现在时间是12:50了，早已饥肠辘辘的三位年轻人走进新竹著名的城隍庙小吃户，准备好好的品尝一下新竹美食喽。我都想吃网的，你决定我。你跟我蛙哥，你跟我合吃，蛙哥你跟我合吃，我合吃，合吃什么了？我都想吃了。啊，你就叫、啊，要不然你点，我就跟你合吃就好了。我要叫三颗。好啊，给我吃。老板，这麻烦呢，三颗哦。我是某港的三颗哦。红豆牛奶冰。你讲大便了，你讲。哈。二来。没风度的臭男生。哎呦，我看还是，那我要先放下。我跟你讲，现在在等哦，在等之余，对不对？你不要一副事不关己好不好，丁总？怎样啊？在等之余，我们是来寻宝的，好不好？是。然后呢？丁总一副好像没有，因为我在放包包啊。啊，我跟你讲，现在反正你在等。我们在这边抓几个路人来问一下，好，确定一下吧。新竹的东门城都在新竹了呗？这个是在那里而已啊。就在这吗？那你们看到这一张？那这个是在哪里啊？这个好像是美容院的。美容院拍广告。那个做头发在哪里？做头发。这样子。啊，这个饼能贴吗？好，谢谢你，好，谢谢发票。很不可思议耶！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已经很确定了哦，那一张第一张破解，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已经确定，什么东门城那边位于新竹，好不好？新竹车站的门口，所以铁定是在新竹。不可能跟我说三张照片，然后搞在中立吧？那我也认输了，好不好？很厉害哦，很幸运哦。你们都不理我怎样？没有。你们不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不好？大家吃凤丸来。不是啊，知道在新竹了，可是因为新竹很大，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要先吃啊，吃完才有灵感啊。我们已经确定在新竹，表示我们来的这个方向是没错的。所以我们听你很认真的规则之后，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公归于你就对了，要不是你说在新竹的话，我们也问。没有公归于我，因为是大家问出来的，好不好？那所以你贡丸汤来了。你们现在干？现在你把我们搞僵了，你知道吗？现在是不是该开始吃霸王？你跟我抗衡到底就对了。
所以没有，没有不要，你不要吵架好不好？好，没有，我知道现在就是我们人已经在新竹了，所以呢，结果可能也是在新竹，对不对？那现在凤凰汤也来，霸王也来了，那我们要不要先吃完以后有精神再去找？没错啊，我现在意思就是先吃啊。好啊，那我们可以吃，我再多给我一点。女人怎么会这样？男人要懂的，好不好？女人怎么会这样子、啊？男人不懂、啊。接一下麦好不好？接一下麦可以吧？好好好，女人怎么会这样子啊？哎，接一下麦哈，男人不懂啊。吃够完了、啊，我跟你讲，我很龟毛，叫个霸王就叫啊，那边哎，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吃？你是在说谁龟毛是也是好啦好啦，吃东西吃东西啊，有种就给我讲下去，没那给我讲一半啊，你讲下去啊，要讲什么？讲谁龟毛？没有啊，我没有讲、这次来宾这边会有三条狗我们挑战一场有的是哦，真的、哦、对对对对对，哎，三位年轻男女钱还没找到，就先出现不和谐的场面。这样一来，他们的寻宝之旅恐怕会有问题喽。再来看看抵达新竹火车站附近的罗志祥、何宇文、侯湘婷。哎，没事了啊，没事啊。哎，一样哎。这个火车站是跟我们的火车站是一模一样的哦。好，然后呢？然后我们要先问问看他们新竹当地有没有他们这个名产。我劝你不要问，你会被新竹人打死。为什么？好，你问。敢打我吗？我可是长大别问，自由搏击耶。你好，请问一下，你们当地有这种装扮的吗？是啊，我们是当地人。啊，你们当地人啊？你要找年轻人。对啊。由于已经认定宝藏必然藏在新竹了，一行人焦点放在这一张令人百思不解的照片上。他们能在新竹火车站探查出三位视觉系艺人的秘密吗？好，我想请问一下哦，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名产啊？在哪里？是啊，这个是那个世界高职里面的啊，干嘛的？世界高职啊，这个世界高职他们里面那在那个新竹那边化妆什么的，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是吧？世界高职在新竹的，很遥远。请问你知道这个是？你们当地那个美法科的？美法科哪里的学校？世界、哦、是吧？世界在哪里啊？世界在科学园区那边。科学园区，你会不会经过公园？公园？你说科学园区三角公园？不是，是那个花市那边的公园。会、啊、会。给呀给呀，会经过花市那边的公园了、啊。会经过。然后这是世界公家。公家。世界公家，那从那边到那边要多久？世界公家学校是不是？连续两位新竹朋友指认照片上的人物跟新竹世界高职学校美容科有关系，于是罗志祥、何宇文、侯湘婷舍弃另外两张照片上的地点，直奔位于新竹科学园区的世界高职了。这时孙协志、季晴、丁小晴已经吃完了午餐，一行人应店家老板的要求留下了宝贵的签名，然后在城隍庙附近展开查询的工作。人吗？哎，这附近，啊、等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428公园？公园之类，有跟428有关系的，比如说活动，有没有跟428有关的？哇，这个先生，这哇，来啊！哎 ，Oh my God！ 还有男性的那种魅力，那你这边有吗？没有，只有手。真的吗？你干嘛那么激动啊 ？Oh my God！ 不是。你不要这样把你形象表露出来好不好？真的，刚才很激动。我的形象，哦，哎，好多个，这个真的很帅气。哎呀，啊哇！
这蚊子叮的时候会不会就？而且很浓密。缠在那边了。好，回归。就被卡死。等一下，言归正传，这里有没有关四二八的？啊，对。比如说活动地方还是？应该没有。没有。那有没有公园？公园。我是你们会很多年轻人聚集的。这附近就是这个地方，还有。受到数学题上的公园以及答案是4:28的影响，三人一直认定这两者之间必然有所关联呐、啊。只是问了半天，根本也没有答案出来哟。在无计可施之下，季晴使出了他的拿手绝活儿，我来把杯。可是我在问他是不是东门锁？好办啊，陈光也两张都说是这一次，你也刮一次好了。我也刮一次啊。对啊。你们觉得我们这两组谁刮谁？对，我也刮一次好了。好，再刮一次。如果你也是的话，就真的是东。那个陈王爷，因为我们不懂你的意思哦，究竟是盖的那一张是对的，还是翻的那一张是对的？所以呢，现在两张，这一次啊，朝上那一张就是我们要下一个要去的，好不好？拜托，星辰得理，天灵灵地灵灵，混。是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哟！啊，既然神明也犹豫不决了，三人就自行决定喽。好啊，今天跟他拼了，那就先到东南火车站。新竹火车站，新竹火车站，新竹火车站，他站。就这样，一行人出发前去附近不远的东门城了。5分钟之后，他们在东门城下车了。可这时，要去世界高职学校的这一组人马也路过了东门城了。去看一下，搞不好就在这里面，这么简单。这么简单找到是不是？对啊。好。逛啊。好，走，走先。走先。东门连理巡守队，看到，爸，哇，他们到嘞，对啊，好以为，原来重定啊，加速，加速，别挂车了。哎，他们说东门底下有新街，对不对？王哥，东门底下有新街，对不对？哎，所以他们都过去了，我们也要过去。拿下来。没有啊。这里一眼就忘光了。哎，阿伯。哎，阿伯。去哪里啊？这哪里有商场啊？下面找到了，想说找到了。什么？你们找到什么？还是那点是那秒尖尖尖尖，好热哦！找到什么？在花圃是不是？啊？找到什么？找到什么？找到什么了？哎，同胞，同志，找到什么？什么都没有。好，我们要走了。拜拜。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知道吗？知道了，好不好？你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已经算得出来了。我们一开始就算出来了，好不好？我们还有画那个数学，有一个是我朋友，我认识他，好死不死我现在。就算你认识一个视觉失忆人，也不跟宝藏代表什么关系啊。有关系，他上次拍那个干嘛的？有缘由的。再见，再见。
拜拜。这是小猪的朋友，郭汉珍哦。是郭汉珍。还是牛根田？这个是牛根田。啤酒瓶不见了，别，这个钱呢？有可能，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啤酒瓶在那边泼那个花那边泼。哪里？哦，这里啊，这里。这个干嘛？真的假的？什么？上来了！上来了！这一个排名的，你们在干嘛？你们也不知道吗？你们干嘛过来啊？不要乱丢垃圾。啊啊啊啊有青蛙哎！哎，你怎么了？你看，爱学人，你看，这很受吧？是幼稚园他们这一群，那做什么就做什么，走，我带领他们，你去学校去。新竹东门城的遭遇，双方人马完全都在虚张声势，又没有人有确切的把握。现在罗志祥和宇文、侯湘婷依照原定计划先去世界高职寻找照片中的视觉记忆源了，而孙杰志进行丁小晴这一组内仍不放弃在东门城的搜索，他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只要有任何蛛丝马迹绝对仔细查看哦。这东门城虽然不大，但真要认真找起来，那可是很花时间的呢。30分钟过后，正当他们还在东门城寻宝之时呢，罗志祥、何宇文、侯湘婷来到了世界高职。哎，好了。对对，我们已经到了。继续找吧。啊，今天有没有人上课？现在放暑假，谁上课啊？一些不好的学生呢、啊。你有没有请教过？有啊，我还打扫。哎，这学校好怪哦，怎么一层楼都没有啊？在地下室吗 ？Everybody home？ 怪哦，这学校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什么学校？真的是世界吗？学校看，有，让你看一下它什么科？美容科真的有。美容科。既然这所学校有美容科，那么出现照片中人物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喽。一行人重振信心，急忙在校园里面找人哦。再帮我们一个忙，同学你们好。我是校内宾馆，那好不好？需要美容科进上课吗？没有。你们给他看的照片。看他朋友有没有在里面。我是制药处理科。请问一下，你们认识这三个人？有来哦，有来哦。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吗？这不是那？是你们？他有人说你们之前有一个什么展览啊？对，有个秀。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吗？这不是我们学校的？不是啊。确定？那你可以帮我算这个题这个答案题目吗？对，你会不会解答？确定。你第一次。UT 聊天室啊，还不错。对啊，要上网帮我讲好话啊，不要说我脸很大哦。不要。你是说这附近有动物园的话，就在这附近。那公园？那公园有没有？公园有，在人工湖，你知道？那一个湖啊？对对对。人工湖。好像对。在后面。我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看了那么久，你才知道他是侯湘婷。对。那我对他很面熟。真的、啊？好，那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三个公园？对，在那后面。走过去要7分钟。差不多。那
根据同学的表示，就在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人工湖啊。由于实在摸不着线索的头绪，一行人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出发去公园探查虚实了。而这时，孙协志、季晴、丁小晴已经转往新竹火车站了。司机真的很专业，我们一下来就不给我们回头的机会。他的钟永远都在十二点，坏掉了。没有，这个视觉系艺人啊，为什么要刚好是三个，不是四个，不是两个，不是还是这个团体本来是三个？这个团体，什么团体啊？是。这团体我记得应该是三个，那个团体是不是那个什么？我他好像是三个吧，对不对？他是一个团体。他们是艺人吗？而且小猪还说里面有一个他的朋友，里面也有一个我的朋友啊。你要不要讲跟谁啊？这个鞋子，注意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我们还帮他们。你说要讲小字，就是小字。我们找地方坐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有没有知道类似428还是什么328之类的东西？还是你看了这一张有什么感觉？日本红顶艺人吗？视觉系艺人，对不对？一个说日本，一个说红顶艺人。看有没有428。没有没有没有。我困了嘛。不会啊，你不要紧张。看来这一组人是完全陷入僵局了。一张离奇古怪的照片，一道不明所以的数学题，深深困住了所有的人。再来看看好不到哪里去的另外一组吧。其实呢，我们都走错方向了。其实真正的地方呢，应该在这里。云上，这个时钟是指的几点？我看一下。错，不是时钟的问题，是火车班次的问题。所以是那个吗？五点，算算多少？五点八对。没有下午。5:28的火车，然后过四站就到汤宝图。不是，是4:28。4:28。4:28。然后是不是有四个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它是不是代表说你每一站休息的时间，到第四个就可以下车了？宝藏就在那边，然后你就看到这三个女的在那边等你，她们可能在那边表演，对不对？去不去？去啊！好，我们去那个，现在才几点而已，才2:30而已耶，2:30，还是不管先坐，先到那边。坐火车。啊，这台车怎么办？报废啊！不行啊！你现在的运势怎么样？就是我们到那边的话，28分的火车，然后停4站，就下车，就看到这三个女生在那边表演。然后呢？不对，他说何时抵达公园？公园是一个目的地，就代表公园是一个藏宝地。我们现在不要管公园，所以应该是在4:28我们要到达它。那4:28出的也很多啊。从台北出发4站以后。4:28到了哪一班？你问我宝贝，你站长，你还问我4:28是哪一班？今天日文啊，没有关系，那没关系，因为视觉系要用日文跟他沟通的，都挺亲切的呢，很难的呢，很难呢。想破头。快点，怎么办？现在要何处去啊？现在呢，我们就像是唯一无靠的小鸟，在天空乱飞，找不到爸爸妈妈，不知道方向，这种心情。了解吗？你会点头啊？你不能笨啊！你了解吗？4:28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好期待哦！阿斯卡西。
看那个，哎，这个钟指的是十二点吗？他在上午十一点从家里出发，然后，然后他每走六十分钟会休息七分钟，也就是十二点的时候，蛙哥在这边。假设他从公园出发，他现在正在这边休息。屁！他那个屁声我都让我讲出来，再强一点。我真的想不出来，我快要疯了。哎，真的超难哎。好的，我在想啊，要唱一首远程打歌来，让我们启发我们灵感，暧昧，好，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美满，好听哦，忘记了思念的负担，听不见你们相爱经历。赶快想！干嘛要去郊游啊？哥，你麦克风起来哦！你狸猫吻我！我们要唱，好久没出唱片了。吃饭！我没有，就想当歌星哦。什么歌星？你一天没有大灾难哦。唱片也要飞耶！你给我唱歌费了哦！不要！叫默，快点啊！快点什么啦？还想不到啊！不要录了，想不到了。我放弃啊！他们赢好了啦，我不要拿一次了啦，我受不了，我们拿那么多次无所谓啦。车站呢？车站。哎，我们去车站呐！哦。嗯。可是人工湖在五段那边。啊，不然硬去人工湖要嘛，袂歹啦。四号车，然后八点点到达，一定是车站。啊，那车站，不好意思，车站。那个是园区，让他们打卡。啊，那个园区也是因为打卡那边的。不是啊，我就跟你讲了。对啊，对不对？到底是要去打？我跟你讲，现在不能播不？我到了吼，拍什么？我那个是车头好啊。哦哦。哎，拍一下。我来顶台吧，好不好？一行人举棋不定，不知道要往哪儿去才对哟。哎，这时孙贤志进行踢脚棋，同样是漫无目的的坐在车内。我刚刚有听到人说这个跟什么美容院有关，嗯，你觉得嘞？就可能第一个印象，我觉得问题是美容院搞的跟视觉系是干嘛？又不是造型就，他可能要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会联想到什么？会有可能，因为这种就可能是在美容院可能那。听说我们现在车站对面就有一间，蛮大的，一家美容院。而且我是觉得我们刚刚东门城都去过了，要不然就是城隍庙也去了。城隍庙不可能藏吗？这么多人，对啊，现在被拿走。城隍庙跟车站，我们用删除法啦，好不好？城隍庙不可能，车站也不可能，对，就是东门城。东门城或是这个美容院。美容院，你刚刚有看到吗？有啊，就很大家，就在旁边哦。那也没差那路程啊。问蒋大哥。麻烦你那个美容院，美容院，你想干嘛？路瑞哦，有看到不知道啦，美容院啊，可以帮我们绕一下好不好？然后就顺路再回那个东门城，先到那个美容院。你就打定不会在美容院是？有啊，刚刚有看到，有啊，听说有，听说现在就开了吗？听说现在对啊，加收，好。美容院好不好？好不好，丁小姐？去啊！好不好？你现在感觉像一个老先生，然后脚要拉脚，然后好不好，丁小姐好不好？一点艺人的气质都没有。在疲倦的时候啊，不会顾得了那么。而且因为我们鞋子哥，你知道吗？他很热的时候，这还可以这样通风的哦。哦。不会穿裤子啊。
从照片上奇装异服的人联想到美容院。哎呦，这样的转折会不会是突破的关键呢？他在四楼哎，抢劫。他在四楼，二十八号四楼会不会？哎，对，四楼二十八。对啊，四楼啊。这里几号？四楼。这里几号？四楼二号，我觉得第八个，找第八个。哎，会不会？对啊，你讲。四楼二号，第八个美容，八号美容师。对。我跟你讲，巨星前他里面设计师很多。二号啊。这里门牌是二号，是？这里是二号吗？不是楼上吧？这里门，哎，二号应该是这样的。二号这边，这边二号，二号，哎，二号四楼，八号美容师。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事情似乎是越来越有眉目了。数学题的答案是4:28，三位奇装异服的人有可能在美容院，而美容院的地址是2号4楼。如果再加上8号设计师，凑起来就等于是428了。哎呀，难道十万元就要被找到了吗？小姐你好，你好，有没有觉得他笑容很灿烂？小姐，他有编号，你看。小姐，我刚一上来就看到阿吉躲起来。你看，小姐八号，把八号拿起来。荣，你看小姐这笑得很腼腆，他早上不会来的，对不对？小姐笑得很害羞，太好了。小姐，小姐东进很久了啊。小姐，有没有八号美容师？可以介绍一下吗？小姐。八号在哪？哪一个？八号在哪？八号美容师，你带我们去，你带我们去，耶、yeah ！哪一个？哎、欸、哎、欸，我刚好要改变发型，哎，要不然顺便弄一下。改变吧。你那是八号美容师啊、喔？等一下，等一下，照片拿来。OK， 来，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们？应该不是哈。这是你梳的吗？不是啊，你是八号吗？你有没有做过是袁心怡？你是八号，那你的号码牌呢？小姐，你的张明有的很奇怪，我刚问他有没有做是袁心怡人，他说没有。而且每次都要先回答，我们对是认识，今天是不是有你？这个是你哦、喔，不是，你想错了，记错了，这个是你哦、喔，记错了，记错了，就是你，可是你是另外一个，对不对？哎、欸，他是帮他们拍照的、那個。记错了，你是这个吗？你是这个吗？这个啦，这个吧。基本上应该不是。基本上应该不是。哎、欸，你不要跑走，哎、欸，等一下，哎、欸，八号很重要哦。小姐，有没有八号桌什么的？没有啊。真的、哦？对啊。好了，那彭大海一壶。哈哈哈哈哈！在哪里啊？他帮我拿点。等一下，这个小姐一定有问题，我不能放过她。小猪来，他怪怪的，都抓着他不放。你先搜身一下。你就是来弄哎、欸，我不好意思收前面染发烫烫烫离子烫是不是？啊、小姐屁股蛮要的。好吧，我知道你很扁，不要再讲了。他没有啦。什么叫我很扁？我跟你讲，那个很像。什么？小姐你最好了，小姐你最好了。他是你同学还是你朋友？孙鞋子，你在哪里啊？哎、欸，孙鞋子一直，他已经在找宝藏了，他在找宝藏。我们来查好不好？小姐，你是不是有你的朋友在里面？没有。那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忘了、欸。这个人怪怪的，他有鬼。他真的有鬼。我怀疑你、啊。反正身上有这个东西。哎、欸，就先脱下来一下，我看一下。口袋里都没有东西吗？没有啦，不可能。你有带包包吧？哇没有啦，啊，没有没有没有，还好还好。哎、欸，这个不是吧？不是。哦，没有啦。宝藏在里面，这是什么？这是宝藏吗？这是铅笔盒。是吗？不行，我们要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在这个时候，哎、欸，铅笔盒。
这小姐很诡异。428，我们就找到8号啊。这什么钥匙？显然这里好像很难会有照片中的视觉系艺人了，但是寻宝寻到精神崩溃的三位年轻人不愿意放掉这个曾经非常有希望的地方，企图能在店里面发现奇迹啊。去那边看看。不好意思，有人吗？店长出去。店长没人了，那不好意思进去了，客人主人不在。想不好意思进来，还是要进来看一下。哎，啊！等一下，你进去。怎样？哈哈。好无聊。那小龙哥在里面了哈，拜拜，拜拜。就这样，他们的线索又中断了，一切依然停留在新竹4:28的阶段呢。而在此同时内，罗志祥和宇文同乡亭仍未决定要去火车站还是人工湖公园。你来，我去看看。我你马上啊！啊，你讲啊！做梦到偏远山区怎么办？我们要付钱给他哎。哎，上次是有编号啊？几号的车？啊，对啊。啊，给了啊。428号列车。是公车有没有？火车你倒没有。火车哪有啦？第428号列车即将出发。各位乘客，赶快搭乘列车。还是第接车厢第28号的座位。然后前面在那边哦，那旁边那个人不能拿走啊。啊，那个路人，哎，那边那有钱，人家喝酒啊，拍姐哦，很多可能都可以发生。因为我们在车站应该会找到很多可能，我们去车站先拼一下，好不好？就这样啦。漫长的讨论之后，他们终于确定要重返新竹火车站，从火车的相关方向着手了。30分钟之后，正当司机地勤丁小琴还在理发店里面瞎找之时内，他们抵达了新竹火车站，并且直接进入车站里面一探究竟。表上新竹开往基隆16:28，也就是4:28的线索将会启动什么样的高潮呢？还得问，用问最快。有没有4:28的飞机啊？火车。跟你请问一下啊，有没有4:28的火车到这边的？对，火车到这边的。到这里，从哪里来的？都可以。都可以，任何地方来的都可以。128。
距离这里20公里差不多的。到新竹4:28。对。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电瓶车。电瓶车啊？那会不会出现这三个女生？我怎么知道？刚从哪里？他是从基隆开来的。然后会4:28会到这里。到这里就4:28，所以就是有了，就是有了。我们不可能现在确定有吗？哈，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不可能死守啊。好好，就看一下在哪里。28分到哦，对。哦，他是谁啊？到新竹开车啦。对，他说看错，4:28从新竹开车。从新竹开车，所以这三个女生会不会在4:28出现啊？还是三个女生已经化妆卸妆了？我们要找出这三个女。阿后阿丽啊，你就看小姐你好。小姐，有没有可能这三个女生已经卸妆了？卸妆了在这里哦，所以我们要找出来他们钱啊，就在他们身上，混在人群里。对，我们要拿出十面埋伏的精神。好，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过这三个女生出现在这里？没有。真的吗？真的。不能说谎哦。现在三人在火车站里面展开十面埋伏大搜索，他们全心全力寻找任何可疑的人物。而这时，孙杰志、季晴、金小晴也回到了新竹火车站啦。在哪里啊？那里啦。哎，今日列车4号柜台，然后买4:30往台北的火车，去七月台，每一个数字都有关系。对啊，有没有时刻表？对，有时刻表啊。没有。小哥，我们在这边。我跟你讲，看他们也想不起来在哪里，他们每个人脸色都是很凝重。那个就是那个啦，你看这个嘛。没有，这是时间表。我没有回台北的。没有4:28。没有4:28。4:28。四点的，但是28。月台之类的，没有28个月台，月台没到28了。对，这是4:28往某某地方的几号月台，或者是428块能买到去哪里的票？太不对啊，没那么多。对啊，怎么了？没有，我自己看到啊。这里有4:17:16，没分有28。新竹到基隆，4:28是不是？哎，新竹到基隆哎。他是在第几月台也没接。电车。有这么难吗？我已经快要爆炸了，麦克够了。花仙子，你说一个地方？哎，真遇到了！你不是说你们早就有头绪了吗？怎么在现在还在这？跟我去啊！哎，又寻我们呢？不是，而且你知道，我也有一个朋友在视觉系里面当。巨星点唱是吧？不是啊，还听说你们刚刚去什么？哎呦，去什么巨星点唱啊？找到视觉系啊？还有人啊？不知道啊？找门牌啊？不知道是谁啊？
因为我今天混了半天，还不是站在这里。有啊。啊，这个这个真的有啊，这个卢大夫两个谁我？我们也是一直就最后那个关键而已啊，我们都知道了，知道那你干嘛不去拿钱？在等啊，等什么？等4:28的火车哦。有，4:28的火车。有，没有，没有吗？有啦，4:28火车往基隆。那你要坐吗？你知道我有安排一个专程在你们队。真的哦，而且也视觉系艺人，是我的朋友。你说哪一位？小四，我觉得你很像小四。我们一直觉得小四有一个很像玉林哥，哪一个？哇！小四，来啊！小四到谁？哦，小四，想一下。不是小四的命好苦哦，刚刚有人看到这啪，真的哎呦，哎，大家站在这干嘛？看这哪比赛？不要这么变质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啦。给我过来，给我过来，蛙哥，给我过来。蛙哥，我们这，蛙哥给我过来，你没事上公园好好歇歇，那有什么？你到底几点到公园的？你告诉我。为了想出名，你每天都这样。根本已经猜出来了。是我们的蛙仙子哎。蛙仙子很好用哎，你看就会吃。对啊，你们蛙哥，你不要当，你忘了当初谁捧红你的？不要忘恩负义，谁捧红你的？你要看你们那边有什么仙子吗？糟糕了啊！好啦，你们赶快走啊！干嘛？你赶快不走啊？哎，他们刚刚抢蛙哥。火车在是公家的，我。目前双方人马都认为10万元现金必然是跟4:28的火车有关系呀，而现在时间是3:40，距离该班火车到达还有将近50分钟哦。两组人经过讨论之后，罗志祥、何宇文、侯湘婷这一组回到车内，一边研究一边等待着。而孙杰志、季晴、丁小晴这一组呢，则又跑到另外一家理发店去找寻照片上的视觉系艺人。37分钟过后，时间已经是4:17了。孙杰志、季晴、丁小晴先行来到了火车站内。小心，确定他们在外面吗？不知道。我想录影一下，看他们在等。小心在外面吗？他会不会也到了？喂喂喂，快要4:28了。马上去买手机啊！没有天王星。你那天只有他们三个，其他就没有人旁边。有机密。第二月台现在几分啊？现在是二十分，19:28，5分钟。我们刚刚坐车，坐这边，这边。哎，我看到他们嘞。哪里？你看他们上车哎。谢谢。第二月台。
快快快！现在紧张时刻要来啦！罗志祥和宇文同向听，整团速赶往第二月台，而感觉上已经是稳操胜券的孙坚志进行丁小琴，被三位支援系一人刁难，于是还拿不到钱。到底这场史上最难的寻宝大作战，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现在第一排第四排吧，现在。去找，去找！快快快快快！哎呀，在哪里？七八九十，好，其他时间给我啊！一、二、三，好久都下去。五，这个。从第一节开始的。七。我都做，绝对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们还有跳舞啊！哎呀，小琴们，这胜利奖金要保管好，有人会抢哦。很多那种不孝分子。哎呀，我们才不像有人啊，没道德啊，每次抢我们的钱呐、啊，还跟我们对分呐、啊。我是凭本事赢回来的。对啊。啊，你还以为你还没有来嘞？学校，你们哎，你怎么这次变聪明了？好，那请他们三个过来。他们三个很辛苦啊，三个。啊，辛苦了，辛苦了。我们等很久哈、哦，从哪里来、啊？我们是从中立来的。从中立来哦，自己打扮的吗？对。哇，好厉害啊！平常就喜欢这样出门吗？没有，是出单位要求。哦，吓我一跳，平常就喜欢。你们曾经画过这样子吗？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被制作单位邀请来的。哦，活动的时候对。对，今天的谜底就是说呢，算出来在4:28的。这三位视觉系艺人呢，会出现在这个火车列车上面。没错。然后呢，只要你找到他们，就可以找到10万元奖金。我们明明找到了说。哎呦，我们先为什么要在车上等？都是你要睡午觉啦。你去逛街还敢说我？你瞎吗？想我？他们找他们的，我们去度假啦。拜拜。谢谢你们啦。我小姐长，你真的是靠实力哦。要拜伯的陪护啦。下一次我们一定会。你有每次顾你的啦，但是呢，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我湘婷呢。对，他也是很努力啊。我们今天很谢谢湘婷来到我们节目，太开心，很开心啊。然后新歌叫什么名字？暧昧，我们之间的关系很暧昧哦，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拜拜。